我应该是最不正经的一女艺人，一点包袱都没有。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那就快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么小的粉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这几下打在了我的心巴上。我刚才说，我算一算冬天。我像是个工具人。你的衣服是几个？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屁垫？没有，我是应该自己做，然后看谁有没有反应、啊。然后我说不好意思，刚刚吃豆子多了。这是个有味道的视频。哇，这衣服好好看，好闪。宅宅也能遇到粉丝。Nice。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我仿佛置身音乐节的现场，出发去拍美美的照片。我抠简直太美了。谢谢，谢谢你啊！我进去了，拜拜。See you, promise. OK。你是最棒的。大声的。不愧是气氛组组长。要去准备恰饭了。这个莫非就是？城里人真会玩。粉丝宝宝来送礼物了。Hello, oh my god, 我看到了你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所以谢谢你们，我会继续努力。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哦，爱你。鼻涕都流出来了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你就给我看这个。忙碌了一天，终于结束了，谢谢我的粉丝宝宝们，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，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。